房干活啊。干嘛进来拿走。他个人划着划着，他一个人划着划着，就一个人个敲，只不想弄那个声音，那样不礼貌。他敲敲。嗯。嗯，四喜他不得拿走。嗯，小姨他可能。小姨那有那他不那那。我说。瓦萨比打开。敲敲。啊，我不吃，你快吃吧。呀呀呀，吃。嗯。我那个一点。嗯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ひなちゃん，这是妈妈的好宝贝呢。妈妈喜欢ひなちゃん，爸爸喜欢ひなちゃん，我们都喜欢ひなちゃん。嗯，我现在看到的，我感觉。嗯，啊，和哥哥俩去玩啊，好，你们俩去玩去吧。那，嗯，你小你阿松阿松在那哪走？你小你上哪去啊？两个哥上哪？不能上危险的地方哈。ひなちゃんが指が好きなの。嗯，行了，嗯嗯，问我下午领他去买衣服吗？我说领着。我那是领着去买衣服，我说我们帮着你爸爸把这个水道弄好了哈，这水道你看这个边上放的，这横着放着，就这样的，割完的就放在这边上，我们帮他一道去抱一抱他啊，给他抱到一起。那我闺女就睡着了，我给我闺女放车上吧，放车上我和山口去把那个活干完了，我就领着他去买衣服，早点给他送回去。我都发觉了，他在外边待的时间长了，他的脑子一累啊，他就有点。嗯，不太一样了啊，就叭叭叭叭，还不知道说的啥东西。哎呀，我一看我中了桑葚，这个桑葚现在还有呢。哎呦，这桑葚可真是厉害。你看，这个季节了哈，还有桑葚呢，就是还没熟哈。那一个两个，哎呦，这个长这么多，你看，桑葚真厉害，这么多。这老伙计，我没看见你说。那从那个地方爬上来，你可真有本事哈！那个梯子就这么弄在那个半坡上，他怎么爬上来的？你说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可真要性命！你可真厉害了，你说，你不佩服他不行。他被电瓶推过来，他啊，他被哪？啊？马子寿啊，马子寿，你看这还这样吧，还比较小心，还不爱吃，还不敢吃。嗯，哎，真甜。基本上服务没得啊，这一股的啊，这一股的呢上别的地方去弄的。今天晴天，早晨有点阴天，这会儿又晴天了。这是我两年以前还三年以前种的柿子哈，我们家就唯一的一个这么漂亮的柿子。哎呀妈呀，被鸟咬了两口哈，就这么一个柿子呢。这个柿子摘下来，摘了吧，被不摘的话被当叫鸟吃。哎妈哎妈，断，哎断了，哎妈，那这鸟还咬了两口。阿松阿路哟，喂。
放下，对的。你看这老家，哪里不料不说了，全都给你掉乱七八糟的了。嗯，好，可可我一定要套上那那开开一毛可可的，快点思路呢。嗯，普通的大米基本上弄完了吧？现在我们开始把我把这个地方的这个糯米给它割一割了啊。割完了，我老公破成壳了，就完事儿了。哎呀妈，今天真棒，干不少活了今天啊。哎呀，真能帮干活啊！哎呦，真棒哈，能帮爸爸干活哈。哎，这个比吃鱿鱼吃的这个小花猫一样的哈。哎呀，能行吗？哎呦哎呦，包这么多吗？哎呦，好好好好好干，哎，好好好好，我去帮你爸爸啊。那么都我妈妈先放着去吧，一会儿爸爸把机器开过来啊。我拿小的，哎对，啊，拿这些哈，啊，太多了你拿不了，你拿小的就行啊。谢谢你，哎呀，拉胳膊疼，这玩意儿，哎呀，这拉这胳膊疼。妈，再给我奶，帮我里奶奶操。哎，我们结束了。哎呀，我闺女辛苦了哈。哎呀，谢谢你黑眼枪辛苦了。妈妈给奖励 S 吧，好不好？哈，奖励 S。2023年的雨道结束了啊。谢谢你黑娜江，辛苦了黑娜江，谢谢黑娜江。莫开路呢啊，哎，基本得剩下就让他自己弄弄吧。弄完了我们上这个河里边来洗洗手哈。哎呀妈，这玩意儿全出了撒得慌。哎，你别往可别太往边上走，别掉下去，你等着妈妈啊。
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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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我抱着你吧，你自己可，你自己可不能下，你站起来，我抱着你。哎呦，小哥哥自己能下去，好，来，把这帮马，哎呦，嘿嘿嘿嘿，一二三，好。好好，给你个站好了，好，快站好，我洗手，这边站着啊，别乱动啊，我洗手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啊，先不用洗，你给我弄洗，别洗，别洗，先别弄洗了，弄洗了我不带你去杀一次了哈。哎，这水真清凉。凉呢？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坐下去，过来，过来，行了。一说，哎。爸爸弄傻了哈，妈妈啊妈妈啊啊啊！又告状，好，不要紧，等妈妈捡一捡。嗯，那嗯，那个还没，那是捏点大米没搬车上，你们去帮着一起搬到车上去吧哈。爸爸帮着爸爸一起抬呢，嗯，一击一击，那哎。80kg 重い、もし2人ならお父さんと2人なら絶対無理ね、これがね、乗せるなら。哎，这么这么我们可走了，这么活可干完了哈。对，好，拜拜。活干完了，我们要走啦。我们去吃点好吃的，先去买衣服，买完衣服我们吃点好吃的哈。好，走。你说我领着这，我们家老的小的。好，等等你，我们等等你，你慢点。好，走，上车，出发。